电瓶车小哥拍的，你这撕心裂肺的呼喊，杀一杀爹，不可思议的表情，笑暴富了。完成任务。
谢谢。有没有人本命年穿红袜子的？有两个红衣服算吗？红衣服算吗？红衣服算吗？有。几年没来过又怎么样？一看你就是那种，人家又不是厉害的聪明人，谁最聪明？我。可以啊。当然了，全国走红呢。那个，那几个都是。再见。